送他进去啊，也全都是靠蒙的。那糟了，那出不来不就完蛋了？没事吧？再说一次啊。老陈呐，他们又冲出来了，快点想办法呀！这样啊，你试试把电视机打破了，打不破怎么办呢？打不破，那你就找个表弟了，我死也得拼了！我看不下去了。哎，吃饭了啊？讨这种老婆就好了。哎，那我带你到电视里去吧。表弟啊，身材真是一流啊。以后不准看电视，只准看电影。